头卡起来，起来，安尼伊个。好，安尼。你要这样名字才好。Thank you.
要拿这个。我们过期的，他刚寄来。对对对，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他要不要签一个？啊，你是亲友吗？不是，我来伊朗籍的，一般人啊。不是啊。我是，也是我们之前的。
好，谢谢。我们有一份。可以了，看这里，要拆了哦。一个，再照一张。
让这个音乐交流呢能够制度化打下重要的基础。非常感谢今天南宜民族乐团前来为我们助阵。我们大会即将开始，今年度颁奖总共要颁发16个受奖者，请16位受奖者请先入座。在颁奖的时候，我们希望大家的目光和镁光灯的焦点都放在舞台上。那请各位贵宾就座。理事长，郭理事长，可以开始了哈。好，109年台南市好人好事代表表扬大会开始。今年受邀表演的团队是由受奖者杨正安老师率领的叫我第一名的南宜民族乐团，来为与会的来宾表演3首通俗的歌曲。第一首是《感谢你的爱》。
是一个荣耀的日子。我想会场内呢聚集了非常多的善人，让大家的善行在社会的各个角落里面精彩。那这个社会因为有你们的付出而得造就，因你们的奉献而得温暖。那么在台上表演的这个团队也是台湾，也是世界 number one 的团队。我想下面的团那个得奖者也好，或者是受奖者的家属亲友团，我想你们都是最有水准的。我们很希望这个会场是留给台上最荣耀的人，那台下呢也能够跟我们配合哈。第二首我们要介绍的歌曲呢是《感恩的心》，那我们现在请方更新校长上台来为我们带领手语的代唱。飘窗天之道
第三首是《潇洒走一回》。我们每一位做好事、做好人的人，我们就是潇洒走一回，请欣赏。时刻，事实上，我们要表扬大家的善性，让这个社会呢更加的和谐，好，让我们的世界呢更加的温暖。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进行颁奖的仪式了，哈。苦行至此，恭请理事长郭志华先生上台。
台湾创意金属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也是106年的全国好人好事八德奖得主。那今年刚是上任的社团法人台南市好人好事运动协会的理事长。现在我们恭请郭理事长来为大家讲几句话。谢谢我们主持人哈。那首先在这边，我们总会万秘书长，以及我们李议员、蔡议员，以及所有我们议员屋处的所有的主任，以及我们今天16位的得奖者、保眷，以及我们的家属，所有今天与会的贵宾，我们的志工，所有的好朋友们，大家好。今天非常感谢各位呢，今天莅临我们这个颁奖的这个表扬的这个场所哦。那在这边，我们好人好事运动协会呢，从我们92年开始到现在109年，我们总共在台南市选出了我们162位的好人好事的这个代表。那我们希望创造一个这个心存善念、时时做好事、处处有温情的一个社会温馨祥和的这个生活空间。我们希望大家有一个善的这个念头。然后我们愿意提拔出、选举出更多的这个好人好事。那我们由我们的这个黄守江创会理事长呢，率领的我们10位的这个各界的评审，我们评审今天有莅临嘛，有我们的学术界的我们的文珍这个理事长、前理事长、龙理事长，还有我们几位的这个宗教界、学术界，甚至我们政治界的李维应议员，还有我们这个法律界律师等等10位，我们一起选拔出这个由经过初选、决选，然后选出我们16位的好人好事的代表。当然，落选的都是我们心中的好人好事代表，只是说这16位的事迹，让我们更有动机，让向大家来做一个说明。那16位像我们的田院长、田春生田院长，跟我们的王俊凯医生，他们都是用他们的医术，平时行医救人，然后还成立了这个基金会或者是以邻之家等等的来帮助弱势。那我们的这个王俊凯医师是用他的牙医来协助弱势的这个学童检查他的牙齿。那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像我们的总裁哦，林继农总裁，甚至成立基金会专门来帮助学童的这个奖学金哦等等的这个因素。甚至我还有看到用这个刚刚的这个国乐，大家有听到我们的杨振源用国乐音铃来陶冶大家的心情，让这个有善的一面，甚至用简单的这个平常的这个理发的技术，我们的美发师哦，我们的这个美发师哦，是吗哦，用他的这个剪头发，王秀棉女士哦，用他的这个剪发技术一剪大概超过250次，如果我算每周一次的话，要做5年，好，所以这个剪头发简单的一个动作，周周行善，日日行善。还有我们的这个张黄金莲女士，她的志工时数呢，将近1万小时，那你可以计算她做了多久，每天一个小善，累积成大善哦。那还有我们方程科木工的这个专长，组成修缮队，帮我们这个穷人弱势来修理家里的这个一切，让他有好的这个居住环境。那我们还有今天没有办法来的这个吕明店，非常惋惜哈、哦，他受了一个重伤，现在还在家务病房。那他用他的水电专长帮助所有的弱势团体，那我们也在这边帮他做祈福。那最后呢，我也感谢我们台南市政府大力的支持跟我们肯定，还有我们市议会所有的这个议员呢，鼎力的相助，提供我们优良的场所，让我们来做评选以及记者会的发表。最后更感谢我们这个林胜男带领的三好志工团哦，志工团刚刚有看到在我们的周边协助我们做这样的一个这个典礼哦。那更感谢我们的总干事杨龙堂总干事哦，辛苦的筹备这一切，谢谢大家，也祝大家今天有好的这个周末，谢谢。我先来介绍新市区公所社会科长陈延生先生，请站起来，让大家。
嘉里区公所主秘张玲玲女士，高雄市好人好事协会副理事长黄振郎先生，市议员王家珍副主任井上佳先生，市议员林燕柱秘书郑佳莹先生，立委林俊宪市议员蔡小维代表，哎，就是蔡小维的议员，市议员林美燕秘书辜燕燕女士，立法委员陈廷飞特助袁信高先生，市议员陈怡珍女士，立法委员王定宇副主任陈林建南先生，捐血人协会理事长王伯峰先生，市议员沈振东服务处特助沈振南先生，谢龙介议员服务处刘宪纪主任，台湾世界展望会罗伟仪专员，台南市民众服务社胡朝栋主任，台南市捐血人协会陈伯光执行长，台南市神龙爱心联谊会许丰禄会长，太平洋日报吴记者，安南区公所叶志明区长，台南市家长协会黄石泉副理事长，市议员洪玉凤服务处陈文朝秘书，市议员卢坤福服务处吴国仁副主任，吴国仁，抱歉，中西区公所方建成科长，台南市音乐协会沈明贤理事长，雅尔特科技黄素英董事长，台南市议员吕维应先生，立法委员陈廷飞服务处毛信桥先生。好，那我们再加介绍来的团体，我们谢谢中华强友文化协会、友联狮子会、珍珠姐妹淘，还有国际联心交流协会的参与。贵宾致辞，我们恭请副市长赵。我们先恭请好人好事运动协会总会万秘书长上台为大家讲几句祝福的话。得奖代表，大家早安，大家好。今天呢，我跟各位贵宾，跟我们得奖代表一样，带着一颗喜悦的心情来参加我们今天109年台南市好人好事协会啊的得奖代表的表扬大会。那么在这里，我首先要代表我们总会跟我们家理事长。向我们16位得奖代表表示最衷心的祝贺之意，同时呢，我也要代表总会感谢我们郭理事长、我们各位理监事、
我们各位啊前任的理事长，以及我们的评审委员，我们的杨总干事，啊，筹办这一次表扬大会的热心付出跟工作辛劳，表示万分的感谢之意。那么我们总会呢，在每年的十二月中旬以前呢，也都会办理一次全国的好人好事的表扬大会。那么我们今年是定在12月9号。我们今年有收到我们全国各机关团体推荐到我们总会来参加好人好事评选的，总共有121位。那么历年来呢，我们台南市协会都是我们所有推荐单位里面最热心推荐，而且当选人数最多的一个单位。那我就以去年举例了，我们去年全国各界我们推荐了119位来参加我们的评选。那么我们从119位里面，我们选出了31位的全国好人好事代表。那么我们台南市协会推荐占了5位，啊，分别是我们的杨振达代表、吴志宏代表、邱淑兰代表、我们黄南聪代表跟我们许黄才好代表，啊，虽然有几位不在场，啊，但是在这边还是要再次的祝贺他们。那也非常感谢我们台南市协会历届理事长跟我们杨总干事对我们全国总会啊在办理好人好事表扬大会上的大力支持跟热心推荐。那么我们今年的评选，我们在8月28号已经完成了我们的初审，我们在就是礼拜四，就是这个礼拜四9月24号，我们已经也完成了我们的复审，我们预计在10月16号完成我们最后的决审。那么我刚刚说了，我们历届当选最多的单位就是我们台南市的协会，那么我相信今年应该也不例外。那么我也在这里啊祝福，我相信我们在座的一定有很多位今年会当选我们全国的好人好事代表，啊，在这里我也先预祝啊各位，也欢迎你们12月9号到我们台北来接受我们全国的表扬。那么另外我在这里也要特别感谢我们台南市协会的陈坤和陈前理事长，还有我们林胜兰林前理事长，还有杨振达杨代表、吴志宏吴代表，还有我们沈明显沈代表，对我们好人好事办理表扬大会的经费上的赞助，让我们总会在非常拮据的经费下能够将我们的表扬大会传承了62年的表扬大会能够永续的办理的下去，在这里特别感谢大家。那么最后呢，我在这里要祝福我们今天的表扬大会顺利圆满成功，我们台南市协会的会务昌隆，我们所有在场的贵宾啊，阖家平安，身体健康，幸福常在，喜乐常来啊，在这里啊也要特别祝福我们所有的代表啊，所有的贵宾，我们下个礼拜是中秋节，我们中秋佳节啊，阖家平安愉快，谢谢大家，谢谢。谢谢万秘书长。接下来我补充介绍国立屏北高中校长林洪泽先生，仁德区公所区长黄素梅女士，市议员蔡旺全先生，市议员蔡旺全先生秘书叶正国先生，曾培雅议员主任秘书胡茂林先生，邱丽丽服务处秘书陈明才先生，高雄市推广好人好事理事长何方泽先生，高雄市推广好人好事协会常务监事陈全发先生，欢迎你们来。台南市议员
蔡淑慧服务处邱贤敏主任，台湾时报林来福特派员，然后台南市议员曾培雅女士，台南市议会议长主任李东升先生，台南市议员，接下来我们请吕维义议员来上台来为我们讲几句话。谢谢。谢谢郭理事长啊，还有我们的这个远从这个台北而来哦，我们的万秘书长啊，还有我们历届理事长啊，黄理事长、谢理事长啊，还有修港亚县南厅啊，现场所有的好人好事的代表，现场所有的好伙伴、好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我是李维义，这个机会特别先感谢咱这个协会长期以来为我们各地发掘很多这个善行义举，我感觉台湾人真高义，所以在做好代志的时阵吼，拢点点无出声，不哩个吼，我想这个世道甲咱过去所知影世道其实无啥共款，所以因为安尼更加感谢咱的协会，为着咱各地发掘很好的故事，让这些故事可以感动周遭每个人，将相信甲咱协会鼓励一下，好不好？第二个感谢我特别感谢咱的好人好事的这些代表，我想从很多优秀的这个代表里面吼选拔出来的精英中的精英，我想每一位好人好事的代表，他们都有武侠小说里面的侠义心肠。我想有的人吼出钱出力，有的人吼把因的功夫吼这无私的奉献给社会，有的人吼上山落海来奉献给这个弱势家庭。所以这个社会因为你们温暖，因为你们伟大，身为一个民意代表特别感谢大家。当然这个结合我们所有众人之力量，我们也希望借由每一年年复一年的选拔，能够让这些优良的事迹可以这个诉诸于世，可以我们照亮台湾，也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这个跟我们这些好人好事一样，让我们周遭每一个人在生活困顿的时阵吼，会当得到照顾，嘛唔忘因吼，会当重新站起来，能够发挥他们的所长。所以在这边，身为民意代表，千言万语总是感谢，谢谢大家，因为有你们，我们台湾更加温暖。谢谢。介绍评审委员，请唱名道的评审委员上台。第一位要介绍的是。主任委员郭志华理事长，请上台。第二位工程界委员黄守江理事长。第三位劳动界委员林胜南荣誉理事长。第四位公益界委员陈坤和议员。第五位学术界委员谢文珍教授。第六位社福界委员黄介仁董事长。第七位企业界委员黄全勇董事长。第八位宗教界委员杨正达董事长。第九位商业界委员许俊雄总裁。第十位法律界委员黄黎莹律师。第十一位政治界委员李维应议员。第十二位好会总干事杨荣堂先生，我们恭请谢文珍教授代表评审团来致辞。好，我们各位乡亲、各位得奖的代表们，还有我们各位这个贵宾。我们今天非常荣幸能够在这里共聚一堂，来表扬我们的好人好事代表。那在这个情况下，我想我仅代表我们的这个评审团来说几句话，让大家知道这个评审的过程。那我们这个历年来都是由我们这个好会
努力的去发掘我们地方上面的这个好人好事义举善行。我想这些好人好事事实上在地方上处处皆是，只是我们秉持着我国这个扬善不为人知的这种精神，然后不想揭露出来。那所以事实上我们好会就得很努力的去跟各界的人士沟通，希望他们愿意接受我们来表扬。我想也只有经过这样的过程，我们才能够感受到社会上还有温暖的一面，否则我们社会上面负面的消息太多了啊。那我今天非常荣幸能够接受到这个任务，来作为这个评审委员之一。那我们这个在座的评审委员事实上每个人都非常非常的用心，这个收件的过程先由我们杨总干事来过滤是不是资料齐全，是不是符合我们的要求，然后再送给我们审查委员，经过一个多礼拜的一个仔细阅读所有的相关资料，那之后我们再由这个郭志华主任委员来召开审查大会。那我们的审查会议就是在市议会来召开哈，所以也非常谢谢市议会的慷慨，把他的这个厅堂借给我们来做这个样的一个公益的用途。那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审查委员包括我们的主任委员之外郭志华理事长，还有我们这个公益界的这个委员是像我想我为了不遗漏起见我还是稍微这个看一下。所以在各位的这个大会手册里头，事实上也有我们的审查委员哈，我们这个工程界的委员黄守江的创会理事长，还有我们的劳动界的委员林胜南理事长，还有我们公益界的陈坤和理事长，社福界的黄介仁理事长呀，还有我们这个企业界的黄圈勇理事长，商业界的这个委员是许俊雄总裁，还有我们法律界的这个黄黎莹律师，还有我们宗教界的委员杨振达理事长、副理事长，还有政治界的这个吕维应议员，还有这个学术界的谢文珍，我们一共是11位的审查委员，经过了好几个小时的讨论，然后我们审慎的评选出我们台南市的这个好人好事代表啊。那事实上每一位这个送上来的这个资料都有非常令人感动的之处，那从中间要做选择事实上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中间也是一位一位的候选人来加以讨论，最后入选的16位的代表，让我们好人好事的这个事迹能够出头，然后让接受各界的这个学习跟典范哈。那我们希望他们的温暖事迹能够在我们社会上广为流传，抛砖引玉，能够让我们社会更多的人一起来效仿哈。那我想我们这中间也要感谢所有的推荐单位哈，那推荐单位的名称有一点长哈，容我在这里表扬他们一下。财团法人台湾世界展望会，我不晓得有没有在座的，请举个手哈，谢谢。台南市民众服务社，请举个手，谢谢您，谢谢。财团法人台湾更生保护会台南分会，谢谢。台南市北区重新里办公室，谢谢。台南市捐血人协会，谢谢。这个捐血人协会真的是历届我们不可少的一个伙伴哈，非常感谢不是只有这一次，是每一次哈，所以我想特别感谢他们。台南市议员陈坤和服务处，台南市新市区公所，谢谢。社团法人台南市生命线协会，台南市国立成功大学 EMBA 校友总会，国立台南启智学校，谢谢。中华医师科技大学，台南市议会副议长林炳立服务处，以及也是我们的长期好伙伴社团法人台南市慈光生长协会。那最后我要代表这个复审小组对今年的好人好事代表世上最高无限的贺意也是敬意，那也盼你们的这个善行能够再持续下去，让我们台南市这个整个社区更加的温暖，也共同来打造我们社会安平和乐的气氛，提高我们的这个
幸福的感受。那我想我们最后是以我们好会的一个宗旨，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当好人，来跟大家互勉。最后敬祝大家佳节快乐，和地安康，万事如意，谢谢大家。非常感谢谢文真教授为我们讲的这些勉励的话。那接下来因为很多长官的行程的关系，那我们把一些秩序呢做一个更动。那我们先来颁发感谢状，请以下念到唱名的单位呢派一个代表上台。合办单位台湾创意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堆高营造工程有限公司，好奇广告事业有限公司。再来介绍赞助单位，北洋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张新兵先生，请你们上台。协办单位财团法人台湾世界展望会，台南市民众服务社，财团法人台湾更新保护台南保护会台南分会，台南市北区从心理办公处，台南市捐血人协会，台南市市议员陈坤可服务处，台南市新市区公所，社团法人台南市生命线协会，台南市国立成功大学 EMBA 校友总会，国立台南启智学校，中华医事科技大学，台南市议会副议长林炳立服务处，社团法人台南市慈光生障协会，社团法人服务单位社团法人台南市好人好事运动协会志工队，以及表演单位南宜民族乐团，也请你们派一位代表上台。我们恭请好会理事长上台颁奖。介绍贵宾，台南市议员李启维先生，台南市议员许志春先生，蔡淑慧议员主任邱贤敏先生，国民党台南市总干事黄瑞坤先生，议长郭信良主任李东业先生，国际狮子会总监李才明先生，台南市李才元先生，不好意思，我们邀请市议员李启维先生为我们讲几句话。
谢谢感谢。今天吼，咱、好人好事代表吼、这个表扬大会，每届吼，咱、好人好事吼、这总是吼，这有哪拢举办着吼，这也有吼，这表扬吼，这长久吼，这像 Kerry 吼，即摆呢接班吼，有哪非常的清楚吼，这有哪拢一直吼付出吼，伫社会公益上吼，有哪拢对社会吼有真大个付出吼贡献。啊，所以今仔日吼非常的欢喜，头啊，即甲咱郭理事长吼来讲点吼，我呾讲点吼，今仔日吼我呾也有将近十七位吼，十八位吼，我呾也要来授奖吼，我呾替因恭喜，这个代表吼这个好人好事，代表的一个吼荣耀吼，即我呾受点吼，即各方的一个肯定吼，即 Kerry 吼，我呾甲大家安尼表示安尼敬意吼。嘛吼，希望吼会当共同吼，做伙吼，为着社会安尼来关怀努力吼，大家共同互社会吼带来安尼真大一个温暖。好，再次今仔日吼，祝福今仔日吼安尼大会顺利圆满，大家平安健康快乐，感谢大家，谢谢。颁发议长贺匾，我们恭请在座的那个议员请上台协助颁奖。那个李维英议员、李启维议员，还有许志春议员上台来协助颁奖。我们第一位要颁发的是田春生先生。那由于田医师今天有要事，那我们就请他的老父亲田作和先生来代表领奖。那田先生呢，目前是95岁的高龄，他非常的高兴，非常的荣耀，想要来自己代表儿子来领这个奖项。那田医师呢，他本身是以林内科诊所的院长，推荐的单位呢是财团法人台湾世界展望会。田春生先生呢，在学生时代呢，因为拿了他的学生的福利金呢，去帮助一位贫童，而这位贫童自己说了一句话，说因为你而改变了我的生命，就因为这一句话奠定他去认养贫童的开始。那陆续呢，认养了家福中心与世界展望会，共有66位国内外的贫童。那在于他担任医师以后呢，事实上他看到更多社会中的弱势的困苦，而对贫人呢，是以免费的医疗与急难救助。非常感恩田春生先生对我们社会所做的一切。看到他父亲非常光荣的代替儿子领奖哈，满95岁的高龄也是很有福气的一个人。好，我们接着介绍第二位林进荣先生，现职是智光教育科技总裁，推荐单位是社团法人台南市好人好事运动协会。于民国68年创办智光补习班，以帮助取得国家考试模工职圆梦为宗旨，旗下有88个分班、1200个教师，是国内最具规模的补教集团。讲的是曾东阳先生，曾先生目前是益阳消防机构的董事长，推荐单位是台南市民众服务社。曾董事长呢，出身贫寒，在年轻的时候呢，曾经当过消防的学徒，白手起家。那他发心呢，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秉着欢喜者当晚时的初心，奉献所学服务人群。
们非常感谢他的大能量。四号宋俊明先生现职中华民国资源回收工会全国联合会理事长，会建单位财团法人台湾更新保护会台南分会，现职中华民国。因为工作的关系，参与了许多公务事务，了解了社会许多需要帮助的弱势，担任台南市资源回收工会理事长，更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得奖者是杨正安先生，现职南宜民族乐团团长，推荐的单位是台南市北区重新里办公处。在民国80年，他投身了音乐教育，并成立了裕民音乐艺术中心，开启推广艺文之路。87年协助成立了南宜民族乐团，目前是现任团长。他利用国乐的专长，在世界各地来举办慈善义演，透过音乐关怀净化心灵，期许自己借由宣扬民族音乐而孕育出人人心中的桃花源。六号黄秀莲女士，现职美法老师，推荐单位台南市议员陈坤和服务处，从事美法事业37年，其中曾组百人义检团队，尽其所学在各慈善机构及弱势族群中进行义检服务人群。是陈万义先生，他是现职南山人寿保险公司的业务经理，推荐单位是社团法人台南市生命线协会。因为经历了幼年贫苦的生活，在高中时期给予同好组成向心力慈爱会，服务残障教养院、孤儿院及急难者，事业有成之后呢，更本着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的心，来服务社会需要的人。8号，苏素玲女士，现任台南市捐血人协会监事，长期投入社会局的社区关怀，担任弱势免费安亲班的志工老师。我们也请那个许佑仁议员，是不是能上台参与颁奖？陈叶明荣女士，她现职中华医师科技大学董事，感谢推荐单位是台南市国立成功大学 EMBA 校友总会。陈叶明荣女士呢，秉持着捐款行善、助人为乐，鼓励人人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成好人，让社会更加的和谐温馨。陆续呢，加入多个社会公益团体来服务人群，有目共睹。王俊凯先生，现职鸿翔牙医诊所院长，推荐单位
国立台南启智学校，洪院长秉持为弱势服务，不辞路途遥远、风雨无阻地照顾这些身障患者的口腔健康，赢得患者和家属的尊敬。先生，他现职台南市木工业职业工会理事长，推荐单位是台南市议会副议长林炳立服务处。方理事长的积极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面行善，同时参与其他社会服务，结合其他业界团体来扩大慈善的能量，为社会出钱出力帮助需要的人，并且抛砖引玉，带动更多人一起来行善，带动社会善能量的循环。第十二号施玉成先生，现职神农爱心会联谊会名誉会长，推荐单位台南市捐血人协会。施会长从民国78年开始参与神农爱心联谊会各项公益活动，自94年起担任会长，同时兼任捐血人协会理事，全力推动扶助弱势、急难救助和捐血救人的活动，本身也是绩优捐血人。先生，现职智旺冷气空调工程行的负责人，推荐单位是中华医师科技大学。陈负责人从小困苦，更能体会出穷困家庭的难处，在民国98年时创立南科国际青商会，投身于劳工事务，办理相关证照培训课程、失业人员技能职训班、新住民职训班，协助弱势妇女家庭培训专业技能和第二专长，并且协助就业，深受劳工局肯定。第十四位张黄金莲女士，现职家管，推荐单位台南市新市区公所。张女士虽然只是一位家庭主妇，但是平日相夫教子之外，更热心公益，担任新和环保义工队组长、社区关怀据点副队长、青保工服务组长、卫生所志工、社区环保创意产业讲师。民国92年投入社区公益，担任各单位志工达9547小时，曾获颁推动社会教育有功人员与台南市终身学习楷模表扬。接下来我介绍的第15位吕明殿先生，因为他刚好发生了一场意外，目前还在加护病房之中，但是他对社会的义举，我想在这边我也要大大的为他宣扬一下。吕明殿先生呢，现职于河州水电行负责人，推荐的单位是社团法人台南市慈光身障协会。那吕先生他本身是盐水的子弟，用水电的专长来回馈他的乡里，并获得乡里渔民的赞赏。好，第16位徐永林先生，现职永兴刀模开发工艺厂老板，推荐单位财团法人台湾更新保护会台南分会。徐老板生性乐善好施，结交同好一起布施行善多年，主动创立爱心会，参与民防与各公益组织，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我们先请那个理事长来拍一个大团体照，还有万秘书长，理事长还有万秘书长，请上台来拍
拍一个大团体照。好，那个局长，好，请我们补充介绍社会局局长陈荣之局长。好，那我们谢谢大家的那个拍照，那也请议员，我们现在请社会局长陈荣之局长留步，为我们讲几句话。那我们请得奖者都先回位置休息。今天大会，我们的主席，我们郭理事长，还有几位好，我们的前的民意顾问哈，民意理事长，好，还有南新交流协会我们前会长哈，还有我们是议会呢，最关心我们社会福利推动的，我们有李议员哈，还有许议员哈，还有我们李维议员哈，啊，其他好，啊，在座各位得奖的这个好朋友。啊，其他及各位在座的各位先生女士，大家午安，大家好。这个每年哈，我们都在做一个好人好事的表扬。从以前前理事长几次的理事长，这样子一直在谈下来。其实这个表扬是非常有意义的，他不会说是针对说啊你做了多少事情，而给你做了一个对等的一个表扬。基本上，他后面所隐藏的，后边说老的，就是讲，予大家知影讲，社会大就是社会共同来参与的，哦，这对于咱政府单位还是民间单位，实在是足大的意义存在。安怎讲呢？我要甲各位报告讲，咱社会局市府政府内底，每年编的预算编了有够多，啊，拢予咱议员者来甲咱支持。好，咱议会甲咱支持，啊，编的预算相当的多，但是有够无？无够，好，绝对不够。好，跟各位说明一下，社会局的预算一年有100多亿啊，100几亿，啊，事实上嘛无够，啊，无够是呐，啊，靠社会福利的一寡咱社会资源，啊，甲一寡公益慈善的团体来咱斗相共，啊，有一寡社会这因看袂到的所在，会当甲伊发掘出来，会当甲伊斗相共。哦，我想这是上重要的，然后这是上重要的，这就是咱好人好事表扬的一个意义的嘞。哦，早期的时候是讲为善不于人知，卖让人知啊。啊，我勒点点我做的，我做我家己应尽的本分就好。但是呢，话讲倒转来，你家己伫遐做的时候，社会无得到共鸣，无得到回响，哦，这意义就无大。
吼，所以今日透过这个表扬咧，会当呼吁大家咧，啊，共同咧，咱会当来参与社会，不管你有钱还是有力，拢无要紧，咱共同来参与。我想这是今日表扬的上大的意义啦，吼。啊，而且我再次感谢咱这个好人好事代表协会吼，啊，甲咱这做办这个活动。会当抛砖引玉啦吼，咱是不是有咱感谢一下？咱拍波来甲恁遮也会甲恁感谢一下吼，啊，甲一寡社会遮甲恁感谢一下吼。啊，最后呢，因为市长行程可能走较晚，因为我今仔参伫，今仔下仔拢一直参市长聚会啦，包括伫阮的迄个仁爱世家的弱势的，迄个中秋月饼的这个咱个慰问吼。啊，搁另外一个忧郁症，伫专门遐办一个忧郁症的电影的一个观赏，就是甲遮忧郁症的遮朋友来招来遐，吼来遮做一挂这个疏导啊吼，啊包括一挂这个辅导啊咧，啊了了伊可能搁挂保育，吼啊可能搁挂一个失智症协会啦吼，啊可能挂袂过来，啊不过我只只交代讲，我只只特别代表伊讲各位第一，吼啊恭喜咱好人好事代表遮。会当得到这个应该有的这个嘉奖吼，嘉许应该得到的嘉许了吼。啊，我来讲各位，啊，感谢了吼。啊，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各位，谢谢。谢谢。